的。刀法的控制，刚刚那边有点小乱。虽然说是在器械里面啊，被评断为比较简单的这个刀术，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还是非常多的哈。没错。刀身在有速度的情况，你还要去控制它的角度，这个手腕的力量就会显得很重要。哇，他的这个刀材是直接这样绑上去的，现在看到他是8.26分呢、啊。难度分被抓0.3，质量分被扣0.7。